beautiful China. Welcome to beautiful China.好，欢迎大家来到活在五点的国语嘉宾访谈环节。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演播室里呢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四川同乡会的蒋志成会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四川同乡会近期以及未来将会举办的一些活动。欢迎蒋会长，您好。谢谢。大家好。那么蒋会长是我们前一段时间是去到了雅安的四川雅安的灾区进行了一个实际的考察，是不是？对，那个实际上就是大家可能还记得，就是今年的4月20号啊，就四川雅安发生了地震，那么第二天我们就成立了四川雅安地震赈灾委员会，同时呢开展了系列的这个赈灾筹款的活动，那么我想借这个机会给大家也汇报一下，你看吧。那在您讲这个就是您去到这个雅安考察之前啊，先想跟您询问一下这次地震的筹款的情况是怎么样呢？对对对，当然首先这个非常感谢多伦多地区，当然也包括加拿大其他一些热心的人士都对我们这个活动非常的关注，也献出了爱心，到我们第二个活动就是5月27号晚上那个在河北赵剧院举行的这个筹款晚会那天结束的时候呢，我们总共筹集到了这个61,708.71这个加币，非常详细的数字，这样一个金额，准确数字是61,708.71。那么后来呢，我们还陆陆续续又收了几千块钱的这个筹款，所以呢，我们筹款总共分为两个部分，其中18,000，换成美金以后是18,000左右，去到了这个四川省地震灾区指定的那个账户捐款账户，另外呢4万6,000左右呢，是去到了红十字会，那么这两个机构呢都分别给我们发过来了这个收到赈灾款项的这样一个收据，如果大家关心的话，可以去四川雅安地震赈灾委员会的那个网站上去看公布的这个收到的这个款项的这个收据，当然这也是我们很重视的一个部分，而且我们就在6月初，就是在整个筹款活动结束以后，就及时的把这个款项分别按照捐款人的意愿去到了红十字会和四川灾区这个指定的这个赈灾的款账户部门，对。那我们在这里再强调一下，如果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有参与到这次我们雅安赈灾的捐款的话呢，可以去到四川雅安赈灾委员会的网站来查询我们这个捐款的一些凭证啊，一些收据，包括从红十字会的，包括从赈灾委员会本身发出的这个捐款凭证，大家都可以在网站上查询到。那么好，我们继续说，您亲身去到了这个雅安灾区啊，在上个月的时候，对，那么现在这个灾后重建的情况怎么样呢？对，我就是大概7月底的时候啊，自己回到四川，当然全部是自费回到四川，去到了镇中，就是庐山，当地在四川侨办安排下，因为有些地方还不能去，像那个宝兴县都还不能去，所以在侨办安排下去看了庐山县城的这个赈灾以后的灾后重建的情况，那么有几个比较记忆犹新的这个情况，一个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当时当时这个县政府的那个受灾的这个情况的一个照片，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就是我7月底去拍的，另外呢那么当地政府和整个从中央省政府到地方都很重视，包括习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都去视察了，
那么同时他们这个就是那个临时搭建的活动房，还有很多一批就是安置灾民用的，对对对，还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我当时问了，我说他们会在这个房子里住多久？他们说可能短则一两年，长则可能两三年、三十年都有可能。都要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对，因为他这个灾后重建呢，我去进行了这个，他们有一个叫灾后重建的规划展览室，里面去看了。那现在正是在进行规划审批的过程，等这个规划完成以后呢，它就会逐步去实施。那么这个规划我还看到了这个灾后重建的很大一部分的款项是用作这个灾后重建的这个新农村。从照片上看到呢，这个是展览的这一个现场。但从那个新农村的这个图片上来看呢，这个规划的很好，就像田园式的这种风光。同时呢，当然这个是照片，是当时就在上个月里的四川省侨办那个周敏谦主任、张主任和那个邓主任几个人，我们当时从省政府那边开过来的一个收到四川雅安地震灾后一个捐款的那个收据。那么这个收据大家也可以去查询。看来还真是非常重视啊。这个就是规划照片规划很漂亮。规划，因为庐山它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嘛，是，所以它的那个房子也是具有当地的这个特色。这个四合院呢，这个比较人性化比较好，所以他们都还是非常感谢全世界各地，当然也包括咱们多伦多社区的支持，使他们有这样些机会在进行灾后重建的工作。对，是因为我知道其实6万多要折合成人民币有几十万，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对，然后希望可以帮助当地，虽然说是对于他灾后这个地震损失来说是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对于其实对于非常需要帮助的人来说，我们也是尽到我们的力量。对，对，当然这里头我们当时也提到了一个要求，就是希望咱们多伦多捐过去的这一笔钱，虽然也不多，也不足以建立一个整个一个学校或者一个项目，说明也要求他们就是把咱们这边过去的项目呢用到这个学校的这个建设，灾后的学校，而且他们也说，这学校建成以后呢，凡是捐款过的这个机构，比如咱们四川赈灾委员会什么的，他都会在那个到时候会列一个牌一个碑什么的上面注明感谢我们多伦多的这个热心的同乡给这个雅安来建筑学校来这个出力。对对 对, 对。那看来我们这个四川同乡会的力量真是非常的大，举办了一个这个晚会之后就会筹集到这么一笔款项，可以大家都非常热心呢。其实这个还真是要感谢大家的关心关注和这个捐献爱心。那个再补充一下，就是捐到四川侨办的这个18000美金左右，因为它只有美金和人民币账户，所以换成美金。这个金额呢可以大家上网查，就是四川的侨务网。四川的侨务网上面就有专门那个全世界各地的捐款过去的这个收到的信息，其中也包括咱们这边的这一部分款项。所以他们这次整体来讲的话，非常的规范。是。我说的当然，特别是咱们四川雅安地震灾委在多伦多这样一些筹款的活动，以及这个款项的这个去处，一清二楚，非常的规范。所以，特别我们在搞活动的时候，也都特别强调不会花捐款人的一分一毫，就是所有的场地费。演员的演出，都是义工，或者是都是这个义卖，凡是需要花钱的地方都是有人资助，那么或者叫赞助，或者来 cover 这些费用，是，所以我们每一分钱都全部进到灾区了，保证我们的这个捐款的这个过程非常的明细，非常的透明，让我们捐款人也放心。没错。对，虽然我们不希望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但是如果我们下一次再进行这样的捐款的时候，也希望可以能够通，也就是确立了一个威信吧。对，还是会通过我们这个四川同乡会来进行一系列的这个慈善的活动啊。那我们今年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活动呢？四川同乡会。当然说四川同乡会呢，毕竟成立已经有19年了。
这是第十九个年头，所以我们有传统的节目，所以传统节目就一个是夏天的，一个是春季的。嗯，夏天刚刚过，我们举办了第十九届夏季烧烤联谊会。嗯，每个老乡都带了自己这个拿手的川菜。嗯，然后呢，我们特地从多伦多地区最有名的几个四川川菜馆，也订了一些特色川菜，嗯、比如说口水鸡啊，啊，凉川北凉粉啊，觉得正宗不正宗啊？非常正宗。啊，非常正宗。这老乡们过来吃都吃不完，就是我们这个团员搞活动还不太一样。嗯。带了很多东西，协会自己还买了很多东西，准备的这个都吃不完，而且、嗯、有些还带走了，对老乡们觉得特别开心，嗯、特别开心。那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活动呢？我们现在正在规划2014年的春节左右啊，举办一次更大型的这样一个活动，因为正好明年是四川同乡会成立20周年了。哎呦，大日子！20周年是。也算是在多伦多这边的同乡会组织当中可能成立的最早的一个之一，可不是、啊、嗯，所以呢我们是准备进行一次比较大的规模的庆祝活动，嗯，也可能是比如说在华智处我们先搞个活动这样的地方，去从多伦多几个最有名的四川川菜馆里面去订一些非常好的川菜，又从一个川菜馆一个地方可以同吃到几个川菜馆的特色菜、嗯、这样大家就不用带吃的，就是给大家准备很多精彩的文艺节目啊，嗯，这抽奖啊，到时候也会请来一些上级政府的这些官员大家一起参与，嗯，一起同乐，所以现在已经开始在准备策划过程当中了。是，嗯，我们大多伦多地区这个四川的同胞们势力正在发展壮大，我们同乡会需要更大的这个怎么讲号召力来号召我们大家，尤其是可以从几个非常著名的川菜馆订一些非常正宗的川菜，我自己听着我都觉得哇很羡慕啊，就是欢迎你来参加。好好，我们如果有时间的话、这个、一定会去拍一拍看看，先挖 TV 过来参与，是是是，然后也请您可以给我们推荐推荐正宗的川菜馆、嗯、大多地区，因为我们这个四川我、还是要四川的本地的最正宗的人来给我们提，就是推荐最正宗的川菜馆。我觉得其实大家都知道这几家，嗯，其实应该说每一家都有，对，我知道每家都有自己的这个特色，特色，嗯，所以应该说你去某一个川菜馆不一定每个都那么正宗，但是它每一个确实有自己的特色菜是很好的，没错没错，所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准备集中一个地方，把最好的把几个最好的特色菜大家都可以吃到正宗的川菜，嗯，非常的有意思。我们今天我们这个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这个访谈也进行得非常愉快。那么今天感谢蒋会长来到我们的节目来接受我们的访谈，感谢您，谢谢你，嗯，好，感谢大家观众的收看，嗯，好，那我们现在进一段广告吧，谢谢。